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新八君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林潇肃自与姚晨离婚后，沉浸几年都没有翻身，但在2018年参加《演员的诞生》之后，便以不凡的演技再次翻红，如今更是成了综艺节目的新宠，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笑点。近日，林潇肃参加综艺节目《芒果捞新闻》，与邱思萱的老公于晓光合体，对于有“品如老公们”之称的两位，还在一起接受采访。采访中爆料了很多笑点。林潇肃与于晓光两人很早就相识，又因为邱思萱的原因，两人走得很近。在邱思萱与于晓光的婚礼时，林潇肃更是重要嘉宾。不过当时他穿了花短裤，遭到很大的吐槽声和调侃声。在芒果捞新闻采访中，林潇肃也解释自己穿花短裤的缘由。原来他并不是特意穿的大花短裤，为了参加婚礼，他特意带了一身非常好的西装，是多年前别人在意大利买的，但穿的时候发现太小了，上场之前裤子崩开了，又没有时间缝，就想着是嘉宾吃饭而已，没必要穿得那么帅。对于林潇肃的解释，如果换别人肯定会说是托词，可对林潇肃而言，网友则表示这样的事也就你能做出来，很多艺人参加婚礼时都会穿得美美的，毕竟难免会被网友拿来比较，但林潇肃这种不拘小节的行为真是太罕见了，可能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缘由吧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